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视频。现在呢，我就去 coffee shop 去找他们，找这些 member， 然后再一起去巴都嘎瓦的 event 哦。现在是去找他们先。就是我们的 member 的模特，来到前面。还有别的 super bike 那些都有，等一下有空我带你们去看看啦。那个遥控的模特也可以玩到这样，还有屏幕。OK， 因为我的 camera 没有电了，所以不能再录了。有机会的话，我再换 camera 再拍好一点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